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安排把所有高雄相关的观光以及运输的意见领袖啊，社团理事长，大家共同的啊，在圆山大饭店，由交通部、经济部、劳动部来报告目前相关的纾困方案，以及对于产业的相关的融资，对于劳工基本照顾的相关措施来做逐一的说明，而且要聆听相关社团意见领袖对于目前纾困办法的意见、看法以及相关的建议。